咱最近发披露水，咱真悠闲啊，回顾人生，再搁再得了佛法，人生就是带着业的种子不断来，随着业因缘回顾，受到真多无明不断来复心，叮叮塔塔，因为心有了无明，业不断再搁再复制，这叫做人生因缘回顾。咱何其有福啊！咱会当在这个人生中回顾了佛法，这也就是好的缘啊。这种好的因缘有生有灭，歹的因缘同款有生有灭。生安怎生？就是因缘会合，就亲像煞死，知影无？应该呢，会记哩。那本来这种的病毒啊，差不多是伫只动物的身躯，但是呢，人类啊，这心念的毒，就是心灵病毒，去惹来了真多呢，大自然界啊，其他生灵动物，伫因辛苦恁，咱人类去欺侮伊，赶尽杀尽啊！本来，这病毒是伫因的辛苦，伫这动物的辛苦，伫咧和平相处，动物呢被赶尽杀尽，那无所假生咯。所以呢，就会在人的身体里，把人本来人人本具细菌，安尼呢去交叉去混合，变成制造了呢有这种的生命。本来病毒，那无有其他的细菌的生命甲伊交合。根本伊都无作用，所以这嘛就是啊因缘。这种的病毒是这种的因，那就是因为呢，也阁有这个其他的细菌去甲伊混合着，所以变成了病菌毒，同款的意思。你看咱人，人的这个贪欲啊，就是咱在这个六道轮回的主因。现在的这个社会，这么多的灾难，不管是天灾，或者是人祸，都是人惹出了真多的祸端。先人祸呢，才有天灾。这人祸既然是人生的，这是不是咱人伫咧作业呢？接受莲花，这种
已经累尽的难，伫无所结以来，应该是真长的时间。咱伫这六道中，伫咧轮回啊，不断的带着这个业的种子，不断的伫咧起无明，不断伫咧作业，钉钉踏踏累积到现在，恶世法缘，现在这个时阵，实在是啊，世间啊，真正的恶作啦，这种道德伦理不足人心啦、啊，所以因为安尼。所有的灾难呢，都伫这个时代，伫现在的人的生活环境发生啦，咱应该来反省。这个善的福业呢，那力量愈大，那就是好的因啦，好的缘啦。这个造缘都愈来愈多，好因福缘合在一起呢，那咱这个人间真正都是意欲净土，人间的净土啦。偏偏呢，就是恶因、恶缘、恶缘真强啊。所以呢，就造就了真多呢，这个罪业。所以咱一直伫咧讲因缘果报，学佛者呢必定爱重视因缘果报。生命呢，是随着时间不断地的消失、减少啦，亲像鱼塘内底的鱼同款，塘内的水啊，一滴一滴，滴滴流去啦。那么，塘内的鱼啊，就一天一天接近着迄个生命。消失的时阵，咱每一个人生活伫这个宇宙间，这宇宙间好像一个大瓮。宇宙呢，迄个季节、时间都好亲像水。每一个人的性命、的乾坤、宇宙，佮另外佮一个瓮。每一个人的乾坤内底，同款有水。那这水，就亲像讲，咱到底呢，是啊，甲这个世间的缘偌长？缘哪真嘛？就是啊，性命就真嘛。各位，咱学。应该爱看真开，这就是大自然的境界。每一个人来生迄一天，就是啊，已经呢，甲咱讲多一天，咱会死。咱死迄天，又是搁在另外一个新生命，这叫做轮回，下处倒闭呀。这大家人拢未记得讲哦，我从生出来迄当阵到底是安怎？
咱伫老母的胞胎里，好亲像一碗的赤吧。妈妈迄个胎啊，子宫甲咱爆掉咧，时间到啦，咱要脱离啊，所以安尼规个甲伊吞皮起来。迄当阵，咱的身躯呢是赤肉一团，咱甲这个空气一接触的时阵啊，我定来用一项的譬如。就亲像咱蜡烛火点呢，伊已经呢，迄个蜡烛燃起啊，火点到，你忽然间呐，赶紧去甲伊分化一时，火花啦，你用心认真甲看，迄个蜡烛油呢，真紧就一顶的这个膜，安尼呢，随覆盖起来，同款的意思。本来，咱这个身躯赤裸裸，亲像一团肉。那这个空气啊，咱初接触到的时阵，都亲像呢，把迄个蜡烛火给分化。迄个时阵呢，忽然间呢，迄个覆盖起来。所以，咱来生的时，是听伫咧哭。呱呱对地，袂记哩去啦。大家人上惊的呢，是死的死。其实死无可怕，上惊的呢，就是惊伊会对着境界去什么所在去。唔在下，牛号或者是马胎，或者是。滴滴噶，唔知呀。那这都要看咱现在啦。咱从生落来甲死这个中间，上可怕的是这个中间。咱到底伫咧复制什么款的烦恼？伫这个烦恼中，咱伫咧复制什么款的业？这是互咱最烦恼的。凡夫啊，反反复复，由不得自己啊！常常都是伫咧起心动念，常常呢，都由不得咱自己呢，迄个身躯去做作，连仇结怨，这种恶因恶缘，咱先去直直不断去伫咧做恶因。咱来生所当着的拢是恶缘呐，所以因缘不断来汇集。那安尼呢，要消这个业都难咯。所以啊，佛陀呢对目犍连做过了不幸的事，那佛陀就讲啊。道生罪业，一生受。因为伊所做过的灾难呢，是伫迄个山脚大石呢，安尼个跌一个规身躯碎去啦。有人都讲，伊是佛陀的弟子啊，神通第一啊，是安怎呢？会伫即个山脚？和这个石头安尼个地脆伊的心呐、啊，伊这样有修行，佛陀呢，哪会袂当解开了目犍连的灾难？目犍连呢，哪会躲袂过这种刹那的时间？哪会躲袂过？佛陀都讲因缘。果报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。但是呢，不见得是道生罪业啊，一世人给修掉去。各位，昨的文，咱现在过来给重复一遍吼。第七，
观罪性空者，罪无自性，将因缘生。真正罪无自性，就亲像迄个病毒共款。伊若无有附托伫其他诶细菌，根本未起作用。所以呢，讲起来本来是无诶吼。那这罪无自性，是将因缘生啊。那颠倒而有啊，因为咱人都是颠倒嘛，凡夫即常落五浊啊，就是咱修行啊，嘛是一个有即空，无常落五浊，所以净者自净，浊者自浊。那安尼呢？这有时阵苦难的众生，永远无人去救伊，所以佛陀啊。就是鼓励咱爱保持好清净的心，心呢入迄个污浊的境界，但是心无受污染，所以行菩萨道。所以前刚咱讲过去，修菩萨道啊，爱断八道，好，凡夫断四道啊，修二乘的人伊爱断偏空四道。修菩萨行的人爱断八道，就是讲爱唔通有执有执空，所以执有执空，这拢总是颠倒吼。将因缘而生啊，即可将因缘而灭。既然这个因缘应该缘汇合来生出了这么多的苦难，咱嘛会当呢，就因缘啊来给断掉。就亲像讲，咱要安怎修行，都一定爱在人群中修嘛。咱要安怎忏悔，咱都爱在人的人群中去忏悔嘛。既然从人群中做了错误罪恶，咱必定要真虔诚的去弥补、去付出、去坦诚发露忏悔。所以呢，嘛会当将因缘灭，就是讲咱必定要去做忏悔吼。将因缘而生者，就是啊，恶尽恶有。造作无端，这就是啊，该去到恶的斗阵，所以伊就会生啦吼。那将因缘而灭者，即是今日细心忏悔，那就是咱从今仔日开始修行啊，从修行开始时时爱忏悔啦，旧的恶呢？爱赶紧除掉去，旧的烦恼已经赶紧卸离吼。那每天的今仔日，每天的这个时阵，咱时时刻刻必定呢爱忏悔。所以啊，爱细心，个心啊，拢总会无污染，有污染的拢爱洗涤吼，细心忏。四果竟然，因为安尼佛经内底安尼讲，罪性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其实这个罪性本来都无嘛，昨唔是甲大家人讲过去，这是习习气。所以因为呢，有这个习气啦，是不断的分析啊，那无人人心中。
都是清净依佛平等的本性。所以普通嘛是安尼讲啊，人之初性本善嘛，是习相近嘛，咱大家人互相的分析嘛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伊本来都无啊，不在内，也不在外，也不在中间呐、啊。这是因为呢，外面的缘呐、啊，甲咱这种无形的业因呢，汇合起来吼、哦。啊，故地初罪，从本是空性嘛，各位，空嘛、啊。无虾米款呢？罪、记性的罪、业的经济，都、就是伫咱家己本身甲外面的缘呢，安尼汇合不断伫咧复制，所以现行。所以讲起来，生死无可怕，上可怕的就是咱去做、去制作业不正确。的观念，所以咱若会当有这个自然啊，顺于自然的法则，那安尼啦，搁在伫这个自然法则中呢，咱爱殷勤精进，安尼就对了。还是爱时时用心修行啊！咱这个过程一定爱有这个无相观，应该爱无相观。今仔日这个时间，唔是昨个，生命昨个今仔日也已经是消失去，永远的无有这项物件是咱所拥有。所拥有的呢，是咱这颗道心，所以大家啊，爱时时多用心啊。